放下放下的脚，这个蚕被你踩烂了。哎，你看我今天这条裙子好看吗？哎呀，从哪里买那么好看一条豹纹裙呢？哎呀，就是在那个仙福市场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么漂亮的村子，一定花了不少钱吧？嘿，要是你姐身材那么哇塞，穿起来肯定也比你好看。 我姐身材又我身材好吗？真的是整天说我姐，一天天就说我姐。差不多的，你跟你姐。哎呀，我姐跟我有的比吗？真的是，哎，这个帽子，不要戴了。同一个妈生的，你跟你姐不像七八，也像九十了。她这个大肥婆跟我这种身材能比吗？她能穿得进我的裙子吗？哎，你眼光那么好。 就那样那样决定啊，因为你姐那样老是在家里面土不拉几的，穿的衣服又难看，这样子啊，你带她到外面去挑几件我喜欢比较性感一点的衣服，哎，这钱不钱的无所谓，你姐不我有，拿点钱给她，哎，拿完去，买给我自己的，买给她，真的是一天天一天到晚在我面前就你姐你姐的，你就不能欣赏一下我吗？真的是，小姨子。 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应该找个男朋友了。对，要找一个会懂得欣赏你的男朋友。哎，小姨子啊，你姐夫我呢，正好认识隔壁村里面有一个拉猪栏，每天去帮那些母猪去搞生产的。这个人的话，人老实，能有趣，又能赚大钱，是吧？一次生意能赚一百八。哎，想不想去认识他？不想。不想啊。 我不嫁人，我就要跟着姐夫。讲这种话呢，你真的难道想让你姐养你吗？我要你养我。我怎么养你？真的，哎，这样子吧，干脆我就跟你到街上去，哎，看看哪些衣服好看，你顺便就买几件，好吧？买给我。买，哎呀，都一样的，也顺便帮你姐买几件，好吧？这一天天就帮我姐买，帮我姐买，就不能帮我买吗？好好好好。 啊，都一起买，一起买，一买。哎，小姨子，啊，那现在事不宜迟，马上跟你上街去买。只买给我。对，哇，这么好看的衣服，哎，帮也帮你姐买啊。